如果我说我是穿越过来的，你信吗？你总给我一种惊奇的感觉，在你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，我都相信。广真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留下孩子。但是我可不会放弃我的事业啊！我用的材料都是最安全的，未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用上最安全的产品。我相信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好。我相信你。走吧，回家做研究。你身体不舒服？我听说那个孕妇嘴都特别刁，我给你买好吃的去，你回去休息。师兄，你打算在实验室做饭啊？小心导师骂你。师妹，你这就不懂了。我发现啊，很多海鲜生物或藻类中的成分对皮肤啊都特别的好，所以呢，我准备提取虾青素，用于研发新的产品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吗？你不会还在这研究配方吧？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们的配方已经研究好了，效果特别好，你就等着认输。这个世界总有人输，但那个人一定不是我。